嗱，明星今日到铜锣湾出席时装宣传活动，喺开心表示今次工作嘅酬劳非常之满意啊！好开心，几多位啊？七位数啊？过十八千万，六个可以啦，六位数系啊，没有得七位啊。六，但系今次嚟好似拍咗好多广告喎、啊。今次嚟香港拍咗几多啊？呢啲广告？哦，我冇没有算，怎么讲？冇计，冇计，我冇计，我冇计，但系唔少，唔少。嗯，我自己滿意啊，個收入都係啊，我自己好滿意，而家都好過得好開心。你啲錢點用啊？點樣用啊？你哦，賺賺埋埋，我都係有存著，儲起啊，因為我有好多目標，所以。所以我都没有去花那些钱，系啊，目标啊你。而且我，有同我嘅屋企人一齐一起花，买楼一定要嘅，同埋我要带佢哋去，好多嘅地方食好多嘅好，好多嘅嘢美食。咁你之前喺香港，啱啱嚟香港時候想買樓啦，你而家儲到嗰筆錢買樓未啊？首期第一個未？係啦，因為我嘅買樓嘅目標好大嘅，目標未買到，所以我而家個目標越嚟越大啦。喺香港逗留咁耐，有冇認識到男朋友咧？隨緣咯，有冇人追啊？而家嘛，追求。我就是顺其自然，都系顺其自然。而家赚钱比较重要，赚钱比较重要。要其他的都是有就把握，没有就唔紧要。